西班牙陆军副部长戈劳马中将应我国陆军总司令于浩章上将的邀请，在今天下午飞抵台北，正式访问一个星期。戈劳马中将是西班牙北部人，现年60岁，是西班牙最年轻的陆军中将之一。他曾经担任以勇敢善战称著的西班牙外籍兵团团长，并且担任西班牙驻美大使馆武官。自从担任西班牙陆军副部长以来，已经成为西班牙军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。